PM2.5 呢，它是一种微小的颗粒，进入肺泡之后呢，会引起身体内部各种地方器官的发炎反应。在2014年的时候啊，埔里镇的居民开始意识到说，哎，埔里空气不好，好像跟 PM2.5 有关。埔里没有重工业，为什么还是会有 PM2.5？ 我这里是很客观的说，它有外地来的，也有每个人生活周遭一起参与创造的。埔里志工妈妈们或是居民们自主的关心 PM2.5，然后形成公民意识，甚至形成一股公民的力量，这个是很值得令人感佩的。如果说妈妈们发起这个行动的原因是什么，我在想应该就是母爱，因为她们关心自己的小孩，关心自己的下一代，也因为她们这样的带动之后，关心的人也越来越多，那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，那这样的讯息也传回到了暨南大学，那我也是在这一股的潮流之下参与了这个行动。我们应该先就我们自己有办法改善的部分先努力的改善，每个人呢先把自己的责任把它做好，全民一起动手一起来，这样空污呢才有办法减下来。如果说这套系统对于未来大家的影响是什么？我在想，就是从改变他们的这些意识、问题意识，还有改变他们提供他们知识这里开始做起。这些知识的种苗，这些意识的种苗，扎根在我们的小朋友的心灵里边。我相信一代人一代人的观念会改变，一代人一代人的做法也会跟着改变，空污的问题就会这样缓缓地迎刃而解。